就可以 like 下啦。咁我有咩有關嘅數學嘅有用嘅連結啊，或者一啲即係啲筆記啊，都會擺曬上呢個 Facebook page 嘅。咁另外咧，片我就當然會擺喺 YouTube 啦。如果你未 subscribe 嘅，就請你撳個 subscribe 掣啦。好啦，咁題目咧就好簡單啫。其實咧，俾大家睇睇一條 full version 啦，就係咁啦。好，咁即係話有九罐咧咖啡，三罐茶葉，而家就揀四罐出嚟 ，randomly 啦，隨意咁啊。問你個 probability 概率最少有兩罐茶葉嘅概率。好，俾五秒鐘大家諗下。嗱，如果你想睇唔睇答案，自己做一次咧，你就撳個暫停掣啦。好。咁即係話，換言之咧，其實咧，我哋而家咧有 case one， 就係話兩罐茶葉。咁你而家 total 要四罐啫嘛，所以就兩罐咖啡。二 T 二 C 啊。第二個 case 就係話三多過兩罐啊嘛，咁三罐茶葉，咁就當然係一罐咖啡啦。好，有冇第三個 case 啊？諗下啦喎，四罐茶葉，但係得三罐，點樣出到四罐咧？所以冇可能啦，所以只係得呢兩個可能性啦。好，咁啊呢條題目咧就有三罐茶葉啊嘛，所以你要喺三罐茶葉裡面抽兩罐出嚟，所以就三 C 二啦。同樣道理，有九罐咖啡啊嘛，你就係九罐咖啡抽兩罐就九 C 二啦。咁另外三罐茶葉點做啊？一樣咁做啦，三 C 三，另外乘翻咧九罐茶葉，九罐咖啡抽一罐就九 C 一啦。咁呢兩個相加咧就係一個分子嘅 ，OK？ 咁即係換言之，三 C 二乘九 C 二加三 C 三乘九 C 一咧，要喺分子啦。畫嘅時候。就加吸嘅時候咧，就要乘嘅，即係話呢兩個動作要黐埋一齊咧，就要乘呢兩個動作或者發生咧，你就要加。OK， 好，最後啦，咁個分母咧就係咧，而家你呢度有十二罐啫嘛，所以就九加三十二，抽四罐就九 C 四啦。好，咁你可以撳答案咧，你就咧。好快咧出到咧十三 over 五啊五，個答案應該係 A 嚟嘅。十三 over 五啊五，答案應該係 A 嚟嘅。咁啊，教多一樣技能啦，等你可以咧做到呢條算式，唔用計數機。OK， 咁啊，三 C 二咧，其實咧你可以睇成咁樣嘅，三乘二上下有兩行，二乘一。九 C 二咧。就九乘八，上下兩行，二乘一。咁佢其實係一個方法嚟嘅。咁同樣道理，如果你三 C 三咧，其實咧你知道係一嚟嘅。如果唔知咧，就三乘二乘一除咧三乘二乘一，咁約曬就一啦。咁而九 C 一咧就是、上面一個九，下面一個一。咁啊，除十二 C 四咯，十二 C 四就變咗十二乘十一乘十乘九除咧。四開始數到係一，四三二一相乘。嗱，咁有咩用處咧？咁你就好快咧，其實咧心算咧可以約到喎，四三一十二啦，約咗呢個咧五嚟喎。咁即係十一乘五乘九咧就係個分母啦，十一乘五乘九就係分母啦。咁呢度咧二同二同呢個八約咧就得翻咧二嚟嘅。咁呢度約曬啦。咁所以答案咧就三乘二乘二乘乘九，啊三二如六，六乘十八，再加九。好，咁你抽個九出嚟啦，你呢度咧就變咗六乘二再加一，下面咧就五啊五乘九嚟。咁呢兩個約咗咧，其實呢個咧十二加即係十三嚟。十三 over 五啊五，你亦都可以做到十三 over 五啊五。
咁啊，犀利之處咧就係你原來唔使用計數機咧，佢就係想你學啲咁嘅嘢嘅。OK， 希望呢條題目咧幫到。